女人最想要男人碰的三个地方，一碰就害羞。如果说你全部碰过了，那你就直接准备彩礼吧。第一个，小肚子。女人的小肚子呢，软软的，不管是直接触碰还是把头枕在上面，都特别的舒服。第二，腰间的两侧，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敏感的点啊，就是羊羊肉，触碰好了呀，关系迅速升级；触碰不好，直接给你两脚。而第三，手心，虽然说牵女生的手啊已经是一个老桥段了，但是你会发现啊，不管是20岁、30岁还是40岁的女人，对这个动作呀始终是充满了期待。你在牵她手的时候呢，可以调皮的在她手心里啊抓痒痒，这个绝对是一个不错的体验。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兄弟们，就是我发现了一款能够让女生啊荷尔蒙迅速飙升的好东西，就是这一款男士古龙香水皂。你呢可以用它洗头、洗脸、洗手、洗澡，一皂多用，泡沫很绵密，用完之后呢让你浑身上下呀都散发着一股淡淡的古龙香味，特别的好闻。男人身上香香的，女人心里啊就会痒痒的。有条件的男士赶紧点击下方小红带，给自己备上4-5块吧。